顶礼，哦，伊嘛是啊，无少一个辛苦，无少一个讲啊，来讲去到迄个家乡土地啦，啊，这环境未适应，这新的咧，伊嘛是得做，哦，所以这是，咱大家咱每一个人生活的啊，来办法所在，所以就是每一个人爱踏实这物件，强调公平心的，就是天主。哦，啊，这当然，啊，咱若要咱进步型的咱国家咧，慢慢咧来调整调整目标是，哦，啊，当然咧，啊，咱这个领导，啊，做啊新闻班就是有叫咱华联徐江书，啊，叫做徐江书，咱遐有一个太太，哦，咱遐太太，啊，伊今日来跟咱做咧实习，哦，啊，作为啊来做我这边的。当然，伊这个人的特点呢，那就是人性啊，伊这个生活与修炼啦吼，那个生活修炼。那当然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咱的七心啊，咱地下业主在修炼当中，非常的这个七的关系。毕竟，咱就是讲，咱含过去的，诶，这个出家啊，出家者的无修者，出家者呢，伊抛弃业主。啊！伊去到这个游戏，哦，无惊啦，无惊咱这人群呢，啊在啊杂，伊无啥人有工作压力，哦，哎，咱开车来是来照顾这班。那么咱天时地利心得住，也就是这个人间的心，以火的心，所以每一个人就是讲火体在内，哦，那么就是来讲，你在生活啊、生活当中，来个练就了咱每一个人后天。哦，啊，我这个啊，这地方呢，啊，这也是非常的知识的关系。啊，咱地方呢，啊，请啊，时间师呢来给咱做一个，而且呢，啊，花了不少这时间。啊，最后啊，祝咱身体健康，非常好。
时，也盼望注意这个台电甲学校之间甲交流。学校毕业所在学生的题目是“生活与修行”。
收啊，毋免讲一定爱去有持守的，古早的修行必须要抛家卸业，破破烂烂，去流失苦修苦练，因为迄个时阵呢，都是单传独修的，单传独修的修，一定抛家灭祖为止，灭祖在顺用佛法的时阵呢。这个刀已经夹出来八体，会打开大开普渡，广度有缘。咱将着师尊师父的恩德，才发到地处的修行。如同玉祖所讲的，伊讲修行无一定爱出家，才叫做修行。地处的嘛是会当修行，自自己的修行，咱会当无有同修。福慧双修，一方面赚钱来照顾家庭的生活，一方面呢，咱会当修行，充实着咱自己的内涵，天风原则，遵循着真理，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去体悟修道的真实意。如果咱也是不是真心要修行啊？咱的身躯挂伫游戏内底，咱虽然食素食，但是咱心内底贪嗔痴爱酒色财气，遮种种的原因，咱也无法去除掉。这另外嘛是同款的，对于父亲的高分的之中啊。咱为遮咱会当了解，修甲不修，不是环境、住所的问题，只是咱的心。的问题，咱这个心是毋是在工作当中，在应事应物的当中，未去互事甲物所转？咱来当保持着平常的心，这种平常的心呢，这甲出家还是在家，这并无相干啊。所以讲，心若要清净，咱。就参照西方的情况，搬来咱世间中，咱人间的生活有敢那一片动同款啊？什么叫做生活嘞？生活定义，就是生存活在当下。凡天下天下之物，拢有伊求生存的本能，上天有互相指引，使大家同样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拢有伊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以咱人来讲，属农、工、商，各行各业的人。无非拢都是为着求生存。人讲一枝草，一条路，行行出状元。只要认真去拍拼，各行各业拢有伊发挥的空间。上天予咱的拢总是公平的，由达官贵人甲凡夫走出，大家一天拢都是二四点钟久。同样的时间，但是有不同的结果，这是一个人用心不同，自身就不同的结果啊。世间事并无绝对的，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果报。玉祖甲咱讲，随处行安乐，在经里是无比劫。哦，亲像咱今仔日，咱是做人的。尊母的，咱就爱友好配合。
老迄边诶工资总悬诶，吼、哦，若想要开性能上好诶车，就爱开结构诶汽车；若想要带设备上齐全诶厝，就爱带结构诶买厝；要带伫气候上好诶所在，就爱带伫孤岛噶，因为迄道伊诶气候四季如春啊，树比如春，如春同款。要外地当退休，就爱去法国养老，因为迄道伊啊的寿命吼，并不是上届当退休。看咱如何去选择。如果头前者拢互咱得着啊，安尼咱是毋是一位真正吼、哦、知影讲要安怎生活的人呢？其实人生毋是讲限于。你追求享受甲富足，只是生命价值不是在伊的长度，只是在伊的宽度。所以讲长远是不一定讲好命，不一定讲有价值的，活了有价值的，只是讲伊活在世间。
的。一个人一生中，若是无阳光所看，那么，伊绝对是袂快乐。安怎讲呢？像我姐姐咱常常讲一个谜语，互咱好学，互咱好学到啦。伊讲坐在马桶啃瓜子啊，哪一位姐姐知道这个答案？啊，那就姐，看谁，看你一眼，跟我说住不付出啦，哦，咱家。袂袂，为咱支出的啦，是不是较少啊？为咱支出的较济啊？所以伊人生快乐袂起啦。所以讲，有闲的，咱在有闲的之上，咱爱依照，咱爱依照，才会上路。咱爱知影讲依照，咱就爱安怎呢？爱阳光向一点嘛，哦，咱的爱心。也付出一点嘛，爱有快乐的生活，都爱有健康的人生观。因为咱的观念有健康，无健康，这影响着咱大家行为。哦，咱的行为的好坏，这拢是咱养成咱日后的习惯。习惯的好坏呢，会塑造了咱的个性。哦，咱个性的好坏，会形成咱命的好坏。哦，参照讲，这个观念的问题，咱若观念无共款啊，咱以父母来讲啦吼，咱讲呐，咧就面前咱都爱听鞋啊嘛，啊，咱前头嘛讲，咱是比如话讲啦吼，那较随性的，鞋啊，无咱现在肯坐到，肯坐到对，但是鞋啊少下。那些才是加加一加，啊，咱很多人讲，人讲较仔细的吼，讲较歹听，人讲较古摸吼，咱就用讲啊，怎样嘞？啊，咱就嘞，咱会把它排好整齐，较好看，吼，都因为伊的观念影响着伊的生活习惯吼，无同款，伊就会使伊的个性讲，嗯，我出方便就好啊，啊，就较行行就好，甲伊电话安怎排？啊，睏倒就唔是啊，咱下就为着一双鞋啊，有摆好势，无摆好势，咱去冤家嘞。所以咱这观念很重要哦。哦，咱若是要改变咱的命运，第一，咱的观念得先改变。咱的观念若是改变，咱的命运就随着改变。本来会冤家啊，但是冤家较厉害，我听着。敢若为着咱这鞋啊摆好势无？拜托是咱先会离婚啊，对无？啊，咱若是观念有改变，吼、哦，这个问题就袂发生啊，所以这个命运就袂讲安尼行去啊。咱若有正确的观念，咱就必须要透过修行来参加，来改变。吼、哦，所以什么叫做修行呢？咱拢知影，咱的衫穿破去，咱拢知影要修补。咱的家务若歹去，咱知影要修理。咱的头毛若乱，吼，咱就知影讲要爱整理。咱的行为若偏差、若过时的时阵，咱就爱依靠着道理来修正、来改变自己。所以讲，修行就是修正行为。修行
是爱心心。修心就是除去咱心中之不善，咱心中有啥物不善的？太侪太侪咯，贪嗔痴爱酒色财欲，吼，这种种。贪就是贪财贪色，吼、哦、啊，贪富贪遐咯，无所不至贪嘛。嗔就是嗔疑心，吼、哦，咱若看人好，咱的心。都袂自在，吼、哦，咱会产生一种妒妒忌的心啦，吼、哦，会犯错啦。痴呢就是痴痴，道理看袂落，固执。贪嗔痴，吼、哦，啊遐就是代志拢共款啦。慢就是傲慢啦，骄傲啊，藐视啊，吼、哦。疑就是疑心，怀疑。无要相信道理，无要相信真理，不正见就是无正确的观念、邪思、邪见，这种种的病，拢会给咱带来烦恼、痛苦，吼、哦，而不得解决，所以咱爱家去。咱这种种无好的心，咱若是家去除掉呢，咱就会毁掉咱的本心，吼、哦，那无好的本来在咱的本心中。只不过是因为咱无分别，吼、哦，啊起了这个妄心，才会产生贪爱，吼、哦，是生了种种种种吼，无该有的心，咱要家除掉。咱若把这个心家去除掉呢，会恢复咱本来吼、哦、所有的清净的心，吼、哦、真心。玉祖后甲咱讲过。那是好做微信书啊，咱的心那是心
咱的心也是善良，所以咱虽然无迄个贪求，咱虽然也是住伫茅屋内底，咱嘛住了，咱都心安理得啦。咱的善念，咱袂有贪念，所以咱虽然是吼，夹菜布面啊，也是感觉真好啦。孔圣人伊有甲咱讲，伊讲君子守纪律之行。君子守纪律之行，守富贵如何富贵，守贫贱如何贫贱，守义德如何义德，守患难如何患难。咱今仔也是，咱今仔日也是一位君子呢，真有德行的君子，当伊在好康的时，当伊在年幼的时阵吼，伊的地有地。伊会骄傲，伊会布施，处处予人方便，会行善行啊。所并肩，去互并肩。当伊在较困苦吼，无地位一般的老百姓吼，伊无法度依附着别人。虽然无法度行善行啊，但是伊会修者，伊会独善其身。那处理。他用管理的时阵呢，伊会保持着伊的原则，就咱《儒家传书》啊，伊为着多数的事需要，放弃着伊的事业，离开着伊的家庭去泰国，因为咱这边咱有甲一寡菩萨去泰国度蜜月吼，咱有了解，咱去到泰国吼，有目睭袂晓看嘞，因迄时拢甲咱老菜是敢若。Oh.
伊伫泰国，吼，伫泰国遐，要安尼家己一个住伫遐，足困苦的。伊无因为环境会无共款，吼，安置转变，伊变烦恼的这个环境，照常较艰苦，嘛是伫遐烦恼。吼，所以伊这种人道、人中道远的精神，来伫咱尊敬甲学习。疏散咱，平和咱，吼，这保持着一个修道分子伊的坚持。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无改变伊的境界，亲像咱分子共款啊，吼，一旦是一飘逸，人不敢自由，唯有改自乐。吼，当伊困难的时阵，伊会当讲坚持。修着君子的境界，安尼才是一位真正的修道君子。外在环境安怎变，安怎变，咱的心嘛修住着中道，吼、哦，道真理真，咱的心嘛真。譬如南海古文吼，伊的佛像边啊有一对对联，是安尼写。高处比人海，只一个无觉即是痛。在咱的思念中，咱也无啥思，无啥念。咱的心地若讲讲开，这就甲人海高处同款，会当得到吼咱家己真爱的所爱，吼用耳仔去呼吸，吼闻声会当救苦。只一个无觉即是痛，咱也一直无到。咱的心无退转，自性若纯净的，即是西方如来不做。所以讲，咱修道修心，咱的心若正，咱的业就正，行为也会正。所以讲，正义施邪法，随邪也正；邪人施正法，随正也邪。
嘛吼，啊，空空笑笑安尼，互人感觉讲啊，这敢若坐地安尼啦。所以有一边咧，有一个庄仔头，啊，办艺术嘛，办艺术去娶新妇，去娶新妇啊，伊当初咧敢若讲迄个习俗吼，啊嘛庄仔头，若庄仔来有一年咧办新妇，迄个习俗，规庄仔人拢讲起好请。哦，所以当规庄仔人拢总聚集，吼、哦，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咧，啊，这个祭公，这个祭爹啦，吼、哦，伊就走去，啊，把这个新娘抱着，啊，就去路呀，去地里走啊，啊，去好请遐庄仔内底的村民咧，伊讲，哎呦，这位修行人吼，啊，好修个又根不清净啦，啊，那会抢人的新娘。所以规庄仔人诶人都爱大声落话，刁哦，啊，大家袂晓哦。啊，这个就是济公哦，伊抱着这个新娘，啊，就直走直走，走出去庄仔外迄当中啊，就甲新娘放落来。啊，遐个村民咧，嘛就甲庄仔外，啊，听着轰一声，甲大声哦，我头一看，伊庄仔内底哦，迄个刚山崩地裂啊，甲所有迄个。Yeah.
农夫，伊伫山内边耕种啊，哦，伊刚带出一个树木，大作伙，甲野猪，哦，野鹿啊，作伙袂去行，哦，拢斗阵作伙。咱知影大孙，哦，伊是一位孝子，伊的孝心刚纯洁，所以听讲当伊在犁田的时阵，迄个大孙。会甲花蕾啊，鸟啊，会甲蝙蝠，所以伊过着即种的生活，甲青山内底兄弟，吼、哦，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咧？所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大孙伊若听到一句善言，看到一项善事，伊就赶紧想讲要去落去学习，赶紧要去效法。伊即种诶强烈诶决心呢，就参像吼，迄发现诶三无共款，迄种强烈诶决心吼，我都有人去甲做到，这就是大顺，伊成就大成诶原因之一。咱在途中吼，咱会真过这样，像安尼精神吼。在学校内看实在足济，啊讲袂完呐吼，啊学校就记了几个呀，像就讲，咱的姑娘呢，咱在姑娘呢，吼，伊为着道路的需要，伊知影讲道路要向外开通，开通，吼，解决一个问题嘛，有钱好办事，所以咱姑娘呢，伊就家己的工作，白天的需要甲辞掉，专心。投入来这个圣书内底，啊，尤其是咱的迄个正义所啊，哦，啊，甲很多前贤们啦，哦，为了多福的需要，咱迄个帮正义先生这个兄弟啊，吼，甲教言改做咱道中先生的工兵，哦，当中前线，真正的遇到吼来宣扬。啊，这种的精神，做代志了传承。啊，尤其是像台北迄个春季前线啊，咱就阿一直感觉讲，伊就是敢工作同款。哦，伊普通时啊，伫台北市场去推广那个爱享素食啊。那一个遇到道中的代志，伊无第二句话，像咱花莲四季的办桌啊，啊伊安尼。拢前一天真正的到位，第二早起、第二早起做甲暗，吼，身躯洗洗，皮肤光洒转去，吼，太侪前线拢安尼，只不过是咱后线吼，记咧记咧啊。啊，这拢做是修行的方法，这拢代替讲咱自行甲合法。像咱古老前线嘛，同款啊，吼，当初甲刀带来台湾的时阵。因为语言上不通，吼，生活环境阁无同，生活阁困苦，要甲这道甲传出去是非常的困难。咱古老先人，伊为着道牺牲奉献，咱拢知影，古老先人用五代牺牲，牺牲财产全身为大义，牺牲天父万牵为大志，牺牲家族真爱为大志。医生生命不顾为大勇，医生工作不计为大义。老前人在世用菩萨行，出世吼也成就圆觉地尊。自古至今，所有的圣人生佛，拢讲是在伊活在世间的时阵，由伊的日日常生活当中修行而成的。所以讲。生活即是修行，修行即是生，生活
生活是一个过程，生活即是过程，工作即是事业。伊是一个人，生命过程中是一种真实的显现，在一切行住坐卧日月星中，拢无离开道，离开你。哦，亲像唐朝东条有一位歌经，伊的名叫做《观律小书》。
吼，咱的巴肚爱顾，咱的骨骼更加爱顾，骨质重要，精神更加重要。把修行带进来咱的生活当中，使咱的生活品质提高，让咱的生命更加充实，活得更加自在。咱就来讲结论。
生活中活的，吼、哦，经过活的，咱才看会开，咱的身形才自然会活化。借着修道，使咱的身体更加方便。有些人中活的，吼、哦，人讲今一事长一智嘛，吼、哦，边修边行，咱心中不长无名草，心中常开智慧花。生活甲修行，就法就讲到这，因为就法在所确切，无法度从题目吼内底精华，甲表达到介清楚。在讲出的当中，若是有模仿的所在，这不是就法的本意。将注意这些带给多多包涵。所以我告诉你这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喜充满感恩顺顺啊，身体会健康。啊，所以咱这种
生活当中，每日咱也咧运作，啊，咱无感觉。哦，啊，每日生活，咱无感觉。所以叫啥？你叫生活与修行。那么生活甲修行，咱要讲起来，是一体两面。生活无离开修行，修行无离开生活。那么为什么还要分这生活甲修行？咱人类落来降生在这世间，叫做生活。有生命就爱挂袂去，若无生命，总会挂袂去就对了。哦，啊有生命挂袂，要挂袂去就呐，就爱食嘛，爱做嘛。啊，那么沿着咱这生活当中，人类落来这世间，上面既然创造人类，创造万物，拢有一个游戏规则。有利的规则，哦，那么这有利规则，那要讲的，伫咱心，咱伫咱心内来讲，叫哪叫做良心，哦，叫做良心吗？啊，良心是哪良心道德，啊，所以这道德就是讲，伫咱这所作所为，爱照这步路去行，伫咱心内叫做道，那么流露出来叫做德，所以有德流露出来叫做德，所以。啊，这个应用来这里来讲，天命之为性，哦，是的啦。那么心德之为教，那么失性之为德，那么失性就是讲失自咱本性当中，咱所具有的仁义礼智是五行之德，哦，这个五行来做，照咱的本心本性去做。无离开良心，那么所以我才会去变啊！啊，迄个是咱日常当中应该爱做的。所以，为什么咱袂当照咱做？啊，所以咱造成咱利用道路袂当中，而且生死死不生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袂当照咧，咱反而变啊，是游戏规则。心灵，心灵甲色，色教，色这个教化，互咱有一个啦，有一个目标来遵循，哦，来遵循啊，来后日咱来行，就当咱迄啊，即个咱白天去做啥，来做啥，来做这个这啊装潢，一定爱啦，爱有这个规格矩，爱有这个这一条绳啊，后面牵个绳跟咱一样，把道嘛吼，迄个。条迄是咧顺啊，你要问，哦，啊，迄个是规矩的，啊，迄规矩的呐，规矩就是要互咱照安尼做的，啊，咱若无照安尼做，当然欠袂完完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咱人世间嘛有啥有规定啊，了这个游戏规则，就啥叫做法律，那么这个法律，也就是咱的呐，咱道德最低的这个。哦，最低的道德标准对了，法律的对了，因为法律把你规定安尼，安尼来教你做，你若无教安尼去做，啊就犯法律。我所以咧法律千万条，咱有些感觉，哇，这麻烦安尼，其实，啊对咱信徒来讲，这个无啥对了，但是咧，哦，法律会较济，对歹人，对要犯法的人。这条啊，啊，关掉，那条关掉，人家都清楚了，帮你了，那是真的要谁来帮你？但是对咱来讲，咱没啊，哦，咱没啊，因为咱没尊心，咱没尊心，咱的道德良心，所以咱就差袂去犯了这法律。哦，那么迄个犯法律的人哦，伊就感觉受不了，啊，所以迄个是真的，也是个标。这个最低的道德标准，刚才三千就是，哦，三千咱老师有伊个迄个，然后咱会来看到啦。哦，啊，咱老师是好啊，他是教育，其实呢，咱也无超过，咱也是有法律的啦。啊，咱就超过顶个个，咱就来去看。哦，啊，所以咱迄个咱对道德的坚持，刚才老师啊，你讲的咱比较强的，好像咱伊个。七度，对啊，遐青天，但是咱若当遮到暗时
开到遐时阵，拄着红灯的时阵，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无会着。但是呢，因遐这阿婆人伫遐对阿婆车咧来着吼。哦，啊，这个这是在咱对这规避的这要求，自我要求无够的。但是有个人，伊会大胆。警察同志，伊嘛袂走嘞，哦，佮咱无车走，伊嘛袂走嘞。伊讲另外，我着看前景尔，哦，我看前景，前景尔，我着尔。啊，这着、是，这是，伫生活当中，咱有照这個、有照这個、有路在行。那么当然，有当时来讲个，咱这看到咱了问题，也无车，啊，也无警察尔，啊，你来我呢，你来多大？哦，啊，这着咱这着先先。那要讲起来，那主做对啦吼，但是当时啊，主做了也真可爱对。迄条讲，伊家己对自我的期许，自我了解，所以就是心灵，所以心灵就是啥，心灵对嘛吼。心在咱的生活当中，其实无离开。所以，伊上来伫迄个啊，大汉就来讲，自天主以至以使命。伊是该以修身为本，哦，基本原则不食之苦，哦，己所不食，己所不食苦，己所不食苦，以自由的。也就是咧讲，修行就咧修身尔，修行就是对迄个源头教的，迄个本若无乱，尾袂乱。啊，迄个本若乱，讲咧，就咧尾会成，咱本人就对啦。你讲那个心。那乱，你所流露出来、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嘛是乱。我讲你包装那是好，你包装那是好对啦，是不是？那你包装嘛吼，人家讲咱大吼，那不够啊，方便，咱会少点这物件来包装，少点块东西，少点啥来包装，就会，咱看出来，但是到尾来嘛，咱来会发现的吼。啊，咱心想啥？咱心无清理想，咱心有这理在有无？咱心有这邪念，有这无正道的这个念头。虽然一时咱袂当，咱袂当用天方夜谭，但是故啊，救人救己，助人埋去埋去，咱讲玻璃胃来无他来死出来个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心都要来修修。哦，所以心我嘛修明。是一体的表面，生活就是道，啊道就是生活，所以后壁我也来讲的，刚才讲的，那叫做生活，叫做道啊。那么道其实无离开咱的，哦，所以伫迄个啊，师父就来讲啊，讲放诸四海而皆准。都放诸四海哦，都不管你对遐是啥物所在，拢适合咱用着了。啊，拢无离开啦，咱无离开呢，就敢讲穿个鱼啊，是不是？哦，鱼啊，离水中，你是伊有哪样存在？已经无我也对了。那么咱咧呼吸中间，迄个空气叫咱滴咧。给咱带出去，咱嘛袂敢讲伊这个伊的存在，迄个足自然的嘛，迄个是道嘛。所以无离开咱，那么道对啥万古的秘宝，万物之奥。所以就顶天那个二章就讲，迄道是万物的奥，迄个奥，迄个啦，迄秘宝，迄个奥，善人啊，善人之宝啊，不善人之所宝。去善人需要善果，需要果啊！哦，对善人来讲，伊是种果子；那么对不善人来讲，自所果来讲，迄不善人歹人嘛会去依靠果呢。所以呢，咱讲啦，讲道义有道啊。大哥哦，有好多嘞。
你好，你来贡献一个手，对啦，已经咱一个抖音歌曲的啦，对啦，迄小姐姐伊个咖啡吼，是一个身体吼，袂去整回不乱，啊，但是出一个小弟吼，叫杜杰，大哥那个做做到老是过对啦，哦，伊那个大意有大，为什么插矛盾？哦，伊。招迄刀，来做木对啦，吼做台，吼，伊嘛有人会用人力力建起来，啊，所以伊就招着这，这不是人脉，招上招着来做，哦，啊，所以下面讲的迄刀是随时拢伫咱心无离开，所以咱控制事态应该做。所以呢，伊才同我讲的，讲到呢，我五力天主第三波虽有强敌，依先速马，不如走进出道。就这种歌手来讲这话，也是跟这个表示得不贵，得随时都比较辛苦，偏偏不离。因为呢，有求必有求必得啊，有求必应。
就是讲推荐我头家来，所以咧，基基本原是我食伊啊，好，你讲无对啦，你的心啦，心啦无正，你的行为所流露出来，你袂正，你袂正，所以这当初我讲行义中爱行义为，你心有行，能看出来。你的心变形，慢慢看出来。哦，表现在表现在你的面色里面。这个人先做先去，这个人往后边放去，这个人这个开机的这个准备的就变上去。那就是行一堆爱一花的，所以我们在所有都是外靠的。所以，
一定啊，一定会困掉。啊，我那个哦，就有点飞蚊症啦，哦，把那个把那飞啦，哦，你呀，你去哦，去哦，单调点你好习惯。啊，这你两位，那你等下一定来找医生，给他医治，啊，再纠正。那么，好医生给他医，医好啦。那你今老师已经产生这个过敏出来了，哦，没有那个过敏出来，老师有看了啊。这病来讲，这本来到时阵老师有诶，老师本来就这病呢，无嘛，啊，这不是生活的呢，伊是医生讲医命，但是伊迄个过敏，迄、那个过敏不是生活的。是本来咱目睭有看，是去哦，这本来无那炸的，它无变调的，所以低速咱看袂出。可咱目前潮本来无光的，啊，就去哦，那去哦，这就无干，是啊变调的，输咱啊，输咱地位也看袂出来。哦，啊，那就这物件去不掉，迄、那个光照出来，因为咱光本来就有嘛，唔相信咱来坐位，咱拢知影，哦。咱台湾这种会，啊，顶座啦吼，顶座那个阿伯快啦吼，要不然咱坐椅看，你头不在公车上，哦，啊，咱这个啊，那个天空下面啦吼，我们杂聊呀，我们阿伯快就好，一时咱不在，这物件，那气度标会有那个功，所以本来有的，哦，本来有的。啊，他这个不能，我们一颗气母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带来会有那个不能，所以气以温和，啊，风以温柔，啊，就是讲今天在心得当中，将咱这物件气度掉，这叫做不善之心，那气度掉，自然就恢复咱咱本来的，啊，那么本来为了气的，是咱气掉那个不火煞。啊，所以咱个成就不破三，哦，就是这物件。哎，嘛当然不作简单个啦，啊，当然作简单，当然啊，啊去做，哦。所以咱今日想到已经得到多，叫咱叫信心，所以特别今日要讲信心。因为你有信心，你就接受了。这个过度的但是后面呢爱好信心爱好面信心哪个方面并不好对吧、哦、所以呢人的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我们让我们能去了解人生 的意义咱想到想到哪个生活哦，无咱趁钱嘛，就使对啦。这是必然的啦，趁钱一定啊，重要对啦。哦，你咱的火气当中的生命，生活一定爱。哦，但是咱未使以为咱咧收着，所以咱爱看透一切。所以有钱的时阵，唔免欢喜。哦，无钱的时阵，你唔免关心。你讲好，我打到输单，啊，我记得这个案哦，啊，这部输单，啊，我记得这个案去上，你唔免烦恼，哦，定价过了再价过了。今天呢，钱足济，有当时也唔是多输单，好感谢咧。所以咧，你生活当，你咧生活当，你来体悟些，你就了生活啊，生活就变无多济。啊，这物件，我来会当去体悟深刻，所以一切面上物件，拢是幻觉物件，唔免烦恼。所以佛陀来讲，凡有形相，皆是无我。哦，欲见诸相，非相即见诸来。用俗话来讲，一切非真，非见非真。哦，欲见非真。伊只假是变成非真，啊，迄就是讲，你讲这物件本身啊，你袂想要执着的，哦，所以有些人对于性，伊个来讲，啊，平常都
咱以前做道路咧，伊是真正做得起了，因为这世间是有缘嘛。但是伊要有得，有咧修道，有得到了，但是伊等于伊会当靠你生死啊。所以素素的那个控制。心有缘，事与安好。咱这在修行，有啊，带这个经在修行吼，真正真忝啦吼，啊后面也真济啦，哦。但是咱今日，咱的心量是啥？咱的健康观念，哦，咱就袂感觉艰苦，所以。我看曾经我看一本书，伊头前伊写一个标题，说人生是苦海，真的吗？主要有求道，哦，讲人生是苦海吗？是有意义，因为你若有求道，你自然会当你学去体悟的人生，一切拢完全无价，凡有英雄皆是希望。最后因时间的关系，最后。这个我来看的，咱去体悟人生是无常的关键，吼、哦，咱有看无？还有看？这啥？咱是真漂亮的小姐，对不对？尤其咱咱后边这个是哪里的啊？哦，而且呢，但是有不和，有不和。我不知道我变个，三两分钟了，对啦。你还没想哎，那这后边变到哪里了？哦，那你不啦？哦，你先不啦。我哪个变的哦？啊，什么变的哦？那你三两分钟变的哦？啊，你变个啥？分在看世间，啊，你变啊？那是啊，世间的时间。安尼尔，一三两单尔，真正咧，我真贪哦，贪五百，贪平贪来八两百咧，出息嘛八来咧，进前咧咧咧咧，进前咧咧十八十几岁啊哦，咧咧真少年咧哦，啊真年轻咧，所以咧要时间无钱，叫做无常，好当然咧，啊你在生活当中咧，咱体会有些。咱何可是为不足者进出的？你时间的关系呢？啊，我来讲下这段。最后啊，祝咱身体健康，心健康，心情愉悦，欢迎小王。Oh.
月亮的好圆哦。好，刚。